是相反过来，可能母亲更严厉一些。那您是扮演什么角色？我可能扮演个老好人吧。通常是有求必应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。从小，但他有没有太过分的要求？还好了，还好了。就是比较早的时候，就提出来要买比较好的车。那次确实我想了很长时间，买是不买，犹豫半天。哎呀，后来还是这个给他买了，就那个时候算是比较过分的，比较年轻的几年前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，哎呀，差不多开就行了，要什么好车呢？就觉得，可能现在年轻人想法就是，确实我跟你说，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我，我现在有一群朋友嘛，跟我差不多一起混的，生意也都做得不错的，他们的孩子个个都这样。对，就是都觉得父母这一代比较，辛苦，比较，哎，好像比较土了，对吧？你看你们光知道赚钱，不知道花钱，这个，可能其实我还好了。我觉得不知道花钱的应该是香港那一代企业家了，就更老的香港那批企业家，我觉得他们才是更土的呢，就都特别的节约，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，我觉得我还可以。